四百零六条，中日的争议是由双方政府不认同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同城是形成一个国家，正在变成这个地步呢？呢，从粤军的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0000元，调出枪支200余支，还有子弹30000余发交给了学校，使得军校的筹备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。抗战期间，黄埔师生大概牺牲了20000多人，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当时黄埔军营小姐和团长不怕死。那这个就是台湾的陆振尧同学，他来了我们今天的会见，大家都非常愉快。因为他没有看见台湾回归祖国大陆，所以他希望呢把他安葬回海南，我要面向台湾海峡，能够日夜盼望着台湾能够早日回归。在百年他去到过，然后我们皇母后代都是寻光而行。